我也不清楚妙。那为什么会是我们来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妙？是这样吗？我们进去之后要……上个月茱莉亚队长他们曾经潜入过那个叫……有什么……有什么来着妙？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去他们老板的办公室吗？那我们现在你好，请问三位有何贵干？我们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们集团的股东大。怎么这样呀？这个是集团的规定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莫非主任，这两位客人想要去52楼的观景台，可是……三位是第一次来丽苏根吗？这样吗？好吧，三位可以上去，但……因为今天是股东大会，所以会有专门的人陪同你们上楼，可以吗？莫非主任，要不要和游览部说？不用了，作为启木集团的一员，我们有义务为黎苏根的客人提供服务，请三位过来登记一下。这三个人怎么处理啊？关在这儿，节约点功夫。不会出问题吧？有什么问题？计划一旦成功，整个黎苏根都没了。早点晚点，这里那里，有什么区别？第三小队请回答。第三小队请回答。情况正常吗？重复，情况正常吗？一切正常，马上就到消防通道去。猜猜牌面是几？言语，席卷目标。教训一下你。
亲一下，可是很疼的。被火焰吞没吧！能量填充溢出，消失吧！太好了，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42楼已布置完毕，重复。2号通风管道布置完毕，重复。2号通风管道布置完毕。这里是第7小队，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了。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们？我第三小队一切正常。林伟官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呀？我只是没想过你是这种残酷的人。我朱莉，少教训一下你。席卷目标，被火焰吞没吧！能量填充溢出，消失吧！太好了，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
猜猜牌面是几？被火焰吞没吧！稍教训一下你，听一下，可是很疼的。被火焰吞没吧！能量填充一出，消失吧！胜利，欢迎光临黎苏根市民梦想中。要到这里生活可是要花很多钱的喵，可能要花个几百万喵。这么多？为什么要先从消防通道开始喵？就因为刚才那群一般这群人如果艾丽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少教训一下你，言语席卷目标，露出不杀，想看看枪支舞吗？打得真漂亮，想来什么枪呢？
如果这里是他们的撤离通道，难道这说不他们的人会不会啊？是有可能的呀。我因为今天是他们的股东大会，所以这里会这倒是有说的。刚才在修，我们现在21楼。